中二有演过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好，哇，好丢脸哦，怎么办？下一首歌其实是有點，你可以说是我写的、啊。没有啦，我认，因为下一首歌叫《中二病的妄想》。对，然后他其实是我高中时候喜欢的乐剧，然后把它剪剪贴贴剪成一首的，对，其实是非常没有营养的一首歌。然后那时候也很喜欢体雄，你知道吗？就他说啊，就致敬，没有致，也不用致敬啊，对啊，人家致敬是指说就是我们弹得很好叫致敬，对，我们真的没有致敬弹不好，所以侮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讲说你高中的时候喜欢的乐剧，比如把它就弄成一首歌那种感觉。我想到我以前还在弹木吉他的时候，也有做过一种事情。然后那年比赛，那个评审的评语就是拿那首歌去比赛，然后评审评语就是我在你的曲子里面看到诉求，只看到一堆技巧。然后我就很难过。可是我们这也没有技巧。对，完了。今天的那个 talk 是。能量，吐槽大会是吧？有氧负能量，有氧负能量。我们今天演的歌大部分都有放在 YouTube 上面，对。好像只有 YouTube 还有别的吗 ？YouTube 哦 ，Streamers 啊，对 ，Streamers 就是大家有如果用那个接生的话也有，对。点赞、关注、投币、一键三连，感谢。哦，好顺口，可以再一次吗？麻烦大家点赞、投币、关注，一键三连，谢谢，感恩赞叹。一键三连是手游的术语，是不是？就大陆吧。好。